朋友们好啊，欢迎大家来到明哥聊太极我的个人频道。今天呢是2023年的4月23号星期天，这里是现在的北京时间是早晨8点整啊。首先还是要感谢各位打赏的朋友啊，非常感谢。那么今天呢我们接着聊明哥是怎样练习太极拳的啊，每天早晨啊我们做的第12件事是什么呢？啊，就是用脊椎来打拳。那么我用脊椎打拳呢，就是我练的就是那个陈氏老架二路的炮锤这个套拳。这套拳呢，我就其他的都不管，我只注意我的脊椎啊，只用我的脊椎来带动一切，那就用脊椎来打拳。那么关于脊椎打拳，在明哥聊太极的话题里边已经多次聊到我用脊椎打拳了，那么我就不详细的说，那么简单的说一下，就是我每天早晨第十二件事就是用脊椎啊来打这一路拳。你如果会的只会一路拳，你这一路拳可以打一半，或者你就是用同样的拳，但是练的东西不一样。我呢顺便就是把我以前会的套路做一个复习。那么这个呢就是说用脊椎打拳，就是虽然每次都聊到用脊椎打拳，但是每次聊的都是不一样的，都有点不一样。因为明哥聊太极，我就从实际出发，不谈理论，只谈实际，我实际怎么练的。那么有时候呢就是我练到哪里了就说到哪里啊。那过几天我练呢，比如说练到新的东西了，我就说出来。这个用脊椎打拳呢，我们首先我们是从腰这个地方开始，这个就是命门往后松啊，往后松。那么动这个地方要会动，那么腰带的这个部分会动，当然有一个大的前提，这是每天都说的，必须要放松。放松，那么也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地方动的时候呢，就是越动的时候越往两边向上向下延伸啊，延伸到你的除了腰带的这个地方之外向上下延伸。那么呢延伸到下面的尾椎，这个尾椎要会动啊，每天早上找到尾椎上面那个地方在动啊，然后还有个胸椎，你延长到胸椎这方呢，哎，你胸椎这个地方动的感觉，就是这个脊椎的胸部这个位置动的感觉啊，动的感觉，那就是整个身体这是一个脊椎，我都在动。那么动呢，你在动的过程中间呢，要找到啊颈椎动的感觉，那这样呢，你整个脊椎都是在动，就是你的颈椎、胸椎、腰椎、尾椎都会动，然后它组成了一个整个的一个我们叫大龙，就是龙骨，你的整个这个脊椎都要会动。那么呢我们讲这是不是就是脊椎用脊椎打拳的全部了呢？还不是。今天我加了一个新的内容，就是除了我们整个这个从颈椎到尾椎整个这个脊椎动的过程之外呢，还有一个呢，就是我们的头上面这个脊椎颈椎延伸到天上那么长，那么底下尾椎要一直延伸到地球的下面，这个很长，我们整个人是有这么长的这个脊椎在动，那么是什么感觉呢？这是今天我要聊的重点，就是它感觉嘛，就像我们一个绳子啊，我们吃的那个烤串，那个竹签插在这个肉上，这个绳子穿在我们的身体，从头一直穿到下面，把我们一个我这个人就是穿在这根绳子上，我的人被一个绳子从中间穿着，这个绳子在动的过程当中，它不光这一点动，它是上面到地上整个这个动得越长，它的气势越大，就是这种东西。比如说我这个动这个腰这个地方动，
但是我从脚底下天上这个延长线延长了很多的时候，你的动的这个东西，哎，这个威力就会大，感觉也好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聊用脊椎打拳呢，我们每天聊那么多，每天聊一个，每天聊一个。那么每天早晨，明哥是怎么修炼太极拳的？就是这样修炼太极拳的啊。我们就讲的就是实际的东西。那么你如果只会一路拳，哎，你动啊、哎，这一路就找这个脊椎的感觉。我再打一遍，我就找这个这个腰的感觉。哎，再打一遍，我用骨头打拳，昨天讲的，前天讲的，对不对？那么你就不用很长时间，每个东西你练个几一分钟，我有时候一个东西只练半分钟，这样我每天早晨两个小时就做这些事情，啊，就做这些事情。那么用脊椎打拳虽然是个老话题，但是是一个很重要的话题。人家说武术上讲这个龙虎二进，龙虎二进。就是这个用脊椎打拳，就是龙的筋，龙嘛，龙，你看龙它动的时候，它这个就是这一条骨头中间这条骨头在动，龙骨啊。那么用脊椎打拳呢，就是简单的说那么多。其实呢，这个用脊椎打拳在我们明哥聊太极里是经常讲到，并且有详细的专门的话题聊这个东西。今天我侧重就是把我明哥每天早晨做的一些事情把它简单的说出来，就是这个东西。有喜欢的朋友他按照我的练啊，那有的朋友这个好多人跟我说啊，按明哥的练一练几天了感觉很好，哎，好就好呀，对不对？就是不要问他为什么，也不要问他这是干什么的，他属于什么，他是什么书上的，是属于什么什么什么，不要管他。你只要把东西练上身，你就得到东西就行了啊。这就是明哥聊太极的初心，他的本质的东西。好，那么关于这个用脊椎打拳呢，就是今天的全部的内容啊。那么它的重点就是，首先你要找到脊椎会动的感觉，会动要每个地方都会动，从尾椎到颈椎每个地方都会动。然后呢，使这个逐渐把它延长，延长到天上，延长到地下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你整个这个人啊晃动起来啊，就像绳子穿着你一样，整个绳子在晃动。那么这个东西是什么我也说不清楚，它就是这个东西。找到它动的感觉啊，前后左右这个大轮灵活起来，灵活起来。那么用脊椎打拳的要点就在这里。今天就是多了一个，就是向上延伸，向下延伸啊。那么你这个脊椎动的灵活起来，灵活起来。好，那么有一个总的前提，还是要天天说的，就是一定要一丝力不挂，充分放松的情况下，它会动。外形呀、动作呀，你不要考虑啊，不要考虑啊，就松松的，就你就找到这个脊椎在动。我只要一举手、一投足啊，这个脊椎都是跟着动了。或者呢，我脊椎都是领着劲干，我脊椎一动才能领着手动，我脊椎一动才能领着腿动，我脊椎一动才能领，就是这样一种东西。啊，我们原来讲长腰，长腰，腰本来这么少，然后长长了，那这个腰就越来越长，越来越长，越长到天上去了，对不对？那么底下呢，长到地球那边了，你看这个整个人的晃动就大了。它今天的重点在这里。好，那么关于用脊椎打拳呢，我们就聊那么多。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的内容。说大道至简，大道至简，就是什么真传一张纸，假传万卷书呀！啊，其实就这么简单啊，就这么简单啊。有一个粉丝朋友跟我说，就按照明哥的练，练得好啊，感觉很好。他为什么能感觉进步？就是因为他不问别的，你就是我说怎么样，你就怎么样去做就行了。当然，你不按我这样做也可以。好，那么今天的用脊椎打拳呢，我们就聊到这里啊！欢迎大家转发、点赞、收藏、关注啊！谢谢大家啊！明天再会。